大头梨六块钱呀，给我来两个呗，甜不？嗯，软乎的我妈吃。小又大又甜的了，这四个给我要了呗。这还五块吧？五块还是六块的？16.9。四个桃16.9，这真牙撑啊！没看错呀，是16.9呀。啊，对对对。四个大桃花16.9，这两个大头梨花了，好像是6块钱。我看看，啊，哪块6块忘了。反正20多块钱，这水果多贵吧？咱妈能吃啊，大头梨软乎，就煎桃也好吃也软。太贵了，我买那5块钱，咱吃那5块钱。面条和饺子永远是我的最爱，怎么吃都不够。听这种年轻人，真是智慧的很，他们都选择不要孩子。你看满大街、中央大街走的都是年轻人。活得特别潇洒，龙姐觉得他们的选择是对的，毕竟现在的社会压力这么大，你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，你就把这个小生命带到这个人世间来，本身自己不够优秀，然后一个月就挣个3000多块钱，两个人加起来6000-7000块钱，把这个小宝贝带到人世间来，你再还房贷车贷，你说这个小宝宝，你觉得将来你说你的教育各个方面能跟得上吗？那长大了以后，走向社会，学习好行，学习不好的话，那学习好的有几个呀？是不是？他将来学习不好，也不大学，这三流大学毕业以后，毕业就是失业了，毕业即失业。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智慧啊，他们宁可选择不要孩子，然后过好自己，自己能过得怎么舒心怎么快乐就是怎么来，也不带给别人困扰。咱的传统就是为了孩子，为了养孩子而养孩子，为了结婚要个孩子而要个孩子，然后为了传宗接代啊，为了给自己的老年老啊有一个人能照顾，能照顾自己而要个孩子。好像60后还强一点吧，那我们70后就一个孩子，压力真的太大了。当父母逐渐老去的时候呢，你也老了，然后父母要没有什么钱的话，还得需要你照顾的话，这种生活真的太难了。我是说不孝顺，是各种滋味只有自己知道。现在的年轻人，我觉得他们选择不要孩子是对自己以及对下一代的极度负责任。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挺好的吗？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不用为了孩子的教育，为了孩子的未来，为了将来孩子有个好工作，孩子买房子娶媳妇，担心自己的姑娘能不能找个好婆家，将来会不会家暴，哎呀，这类一系列的要孩子的问题太多了，主要压力太大。要是压力不大的情况下，家里有矿，现在鼓励要二胎要三胎，就是给那些富人，你说富人他们有的是资源，他们待着干嘛？多生几个孩子呗，多生几个孩子还能增加一些消费，将来孩子有个伴儿，老了以后还能轮流照顾照顾。穷人给这些底层和穷人现在都不要了，我觉得不要我很支持，特别特别支持。要儿女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你在病榻的那一刻不能自理了，失能了，不行了，需要儿女，这个时候才需要儿女。你自己能走能撂的，有养老金，你要儿女干啥呀？都各过 各的，别打扰，互不打扰，挺好的嘛。人家去玩去，你就是需要儿女的时候，就是在病榻前有病有灾的时候，不能自理了。你就是能自理了，思维清晰的话，你有钱你都自己上医院，以后都现在都是医院都是陪诊的可多了。你不明白，花钱就过来就给你啥都给你挂号，都给你整明白的。再有你说你失能了。你就为了要个孩子来伺候你，你失能了以后，你那个生命有质量吗？让孩子陪伴着你10年20年，那有可能你卧床，你寿命有，那你就不没，那你说孩子活不活着？能走能撂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，这就是对待每一，就是用心对待每一天，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。至于以后啊，就随他吧。一个退休的老人家，一个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的生活真的都是太让我羡慕了。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是的，是醋。好嘞，你拿吧，麻烦你了，没事。